呀 ，ChatGPT 4o 生图功能横空出世，效果惊艳。但是除了追逐潮流玩一玩以外，普通人究竟可以用它来做哪些事情呢？今天啊，木子就从图片编辑、电商应用、设计工作、辅助 IP 设计、AI 变现项目和教育应用六大实战领域，手把手教你玩转 ChatGPT 4o 的生图功能。每个场景呢，我都会展示具体操作和参考的 prompt 公式，保证你看完就能直接用。场景一，图片编辑，你的智能 PS 助手。传统修图啊，我们经常是需要学习复杂的软件，而现在呢，你只需要会说话就能够完成专业级的操作。具体应用一，风格转换，比如这张我自己的风景照，输入将这张图片转为梵高星空风格，保留原始构图，笔触要明显。看，连艺术家的笔触质感啊，它都能完美呈现。那现在 ChatGPT 4o 呢，大约是支持500多种风格，基本上只要告诉它风格词就可以直接生成啦。那如果不知道有哪些风格，你也可以直接问它，它会给你输出参考词。具体应用二，智能添加人物，比如这张家庭聚会照呢少了叔叔，只要输入在第二张照片的右侧添加第一张照片中的人物，动作需要与第二张图片所有人融合，并自然融入原图光影。AI 就会自动匹配肤色光线。具体应用三，精准抠图。现在使用 ChatGPT 4o 复杂抠图只需要说移除背景但保留人物前景及发丝细节，输出透明偏距。我们看到它连最难处理的头发边缘都能够完美保留。具体应用四，用嘴 P 图。最神奇的就是现在我们使用 prompt 就可以随意 P 图了，比如把小狗的墨镜改为红色，看到没有，毫无 P 图痕迹啊。场景二，电商应用，零成本制作商品图。那做电商最烧钱的就是拍摄了，而现在呢， ChatGPT 4o 可以帮你省下模特、场地和摄影师的费用。具体应用一，定制模特。对电商类卖家来说，模特费用往往是最大的痛点。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直接上传我们的产品图，然后告诉 AI， 一位年轻亚洲女模特手里拿着此产品，色调光影保持不变。我们看这是不是非常逼真，立刻就省去了动辄上万元的拍摄成本。具体应用二，多角度展现。在电商行业呢，消费者没有办法直接触摸到实物，多角度展现可以让顾客看清楚更多的细节。那我们现在只需要输入指令生成这件飞行员夹克的正面、侧面和背面展示图，统一纯白背景，专业电商打光，突出皮质纹理。可以看到 AI 不仅自动生成了细节图，连皮衣的光泽感都是完美保留了。具体应用三，智能化背景。想象一下，当你需要拍摄一组商品场景图的时候，不再需要预约摄影师、租赁场地、等待修图， ChatGPT 4o 可以让这一切都变得触手可及。比如这款牛皮手提包，原本只是一张单调的白底图，但只需要输入为图片中的产品添加一个背景，让它成为一张效果不错的海报图片，短短几秒钟呢，它就变成了一张甚至可以张贴的大片海报。具体应用四，产品植入 AI 网红生活照。那如果你之前跟着我的教程制作了一些 AI 网红，那就会发现一般最常见的变现方式就是带货。但是在过去，想要把你的产品和 AI 虚拟网红融合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而现在呢，使用 ChatGPT 4o 就可以让你的产品自然的出现在网红的生活照中。输入将第二张图片中的杯子替换第一张图片中的咖啡杯，保持整体和谐，匹配原图光影。这样的植入看起来就像博主真的在使用你的产品，比传统广告更有说服力。场景三，设计工作，你的24小时设计团队。熬夜赶稿的设计师们，好消息来了， ChatGPT 4o 正在成为最懂你的设计助手，从海报到包装，所有设计需求都能够快速搞定。具体应用一，海报设计。客户临时要改活动海报，那我们只要输入相关的指令，可以看到就直接生成了一张非常完整的海报，连文案排版都是自动对齐了。具体应用二，室内设计。看中了一款沙发，但担心买回来以后和家里整体的设计风格不太符合，那这种纠结马上就要变成过去式了。现在呢，只需要拍一张客厅的照片，然后告诉 AI 在第一张我的客厅图片里放入第二张图片里的沙发，保持现有电视柜和地毯，调整沙发尺寸与实际产品一致，模拟自然
然光照，然后啊，立刻就能看到这件家具在你家里的真实效果。具体应用三，菜单设计。菜单啊是餐厅的第一招牌，但专业的菜单设计呢，动辄需要上万元，让小本经营的餐饮啊，基本是望而却步。但现在呢，只需要告诉 AI 这个 prompt， 短短几分钟，你就拿到了一份米其林级别的菜单。具体应用四，包装效果预演。每个包装设计师啊，都经历过这样的焦虑：平面图看起来很美，但做成实物效果后到底是怎么样子呢？现在 ChatGPT 4就可以帮你提前看到实物的效果，把你的包装平面图上传，输入指令，将这个标签设计应用到圆柱形玻璃瓶上，展示45度角立体效果。玻璃材质要呈现光线折射，标签要展现纸张的阳光质感。可以看到，这个平面设计立即就变成了逼真的商品效果。具体应用五，独立开发者的 UI 设计救星。每个独立开发者都遇到过这样的困境：代码写得出来，但设计却差强人意，请专业设计师太贵，自己动手呢又做得的确不好看。但是现在就完全可以轻松搞定啦。当你看到喜欢的 APP 设计图以后，只需要把它下载下来，告诉 AI 参考这个 APP 的界面设计风格，为我的冥想应用重新设计，保持相似的空间布局，但改用柔和的淡紫色系。短短几分钟，你的 APP 就有了不输大厂的设计质感。具体应用六，字体风格复刻。看到一款令人惊艳的字体设计，想要在自己的项目中延续这种字体风格，那我们只需要上传心仪的字体样本，输入这段 prompt， 以这款字体为参考设计木子 AI 研究所七个字，要求保持原字体90%以上的风格特征，包括笔画的粗细对比、转折处的弧度处理以及整体的视觉平衡。那注意看，这些细节每个特征都有被精准还原到。具体应用七， logo 设计。有时候看到眼前一亮的 logo 设计，但却苦于无法应用在自己的品牌上，那这种纠结已经是变成过去式了。现在呢，只需要把你欣赏的 logo 样本拖进来，输入这个 prompt， 这个效果啊，复制的非常完美。以后啊，令人心动的 logo 设计风格都可以成为你品牌的灵感来源。场景四，辅助 IP 设计。想做周边却卡在建模阶段，那这些技巧都可以帮助你的 IP 去快速变现。具体应用一，三视图生成。从纸面到屏幕，从设计到商品，三视图啊，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持角色的一致性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只需要输入这是我的 IP 角色，请按照相同风格生成三视图。10秒以后，它的正面、侧面、背面标准图啊都会同时呈现。具体应用二，转 3D 效果。平面图呢，终究只是开始，真正的魔法是让角色跳出平面。输入指令，这是我的 IP 角色平面图，转化为 3D 建模的渲染风格后，你精心设计的平面角色啊就会瞬间获得立体的生命。具体应用三，盲盒开发。在 Z 世代消费市场，盲盒啊已经成为 IP 变现的最火爆方式之一，但传统的开发流程呢需要反复打样测试，成本啊动辄需要上万元。但现在呢，只需要输入这是我的 IP 角色形象，帮我设计完整的盲盒包装方案， AI 就会立即提供核心结构的设计方案。或者呢，输入参考右边这套畅销盲盒的包装风格，为左边的新 IP 设计同系列包装，我们就可以让新品直接继承爆款的商业精英。具体应用四，定制手办。最近啊，这种定制手办的 AI 图片非常火爆，可以把自己或者是偶像一句话就变成非常可爱的手办，不仅呢神还原长相，连发型、穿搭、动作都复刻到位，甚至还有配件和包装盒绑出来，真的像盲盒实拍一样。那这是参考的 prompt， 大家是可以直接用的。具体应用五， IP 换装。一个受欢迎的 IP 角色往往需要适应不同季节、不同联名款的造型变化，但传统的化妆设计啊需要重新绘制不同角度，费时又费力。但现在呢，我们只需要输入帮我把第一张图片的形象穿上第二张图片的衣服，并保持风格一致，你的 IP 形象就能立即试穿新装。从节目限定到品牌联名，现在你的 IP 可以轻松驾驭各种风格。场景五， AI 变现，印钞机项目拆解。那以下这些经过市场验证的项目，现在我们用 ChatGPT 4o 都可以把成本降低 90%。 具体应用一， AI 漫画。现在使用 ChatGPT 4o 生成四格漫画，不仅效果好、速度快，剧情的连贯度也很高。建议的 prompt 是上传你的主角形象图后，简单描述图片加请生成四格漫画加剧情。例如输入
那我自己多次的实践以后发现，尽量在这一步的时候就输入完整的剧情，不要让 ChatGPT 自行发挥，这样可以让漫画的质量能够大大的提升。除此以外呢，我们还可以制作一些宣传漫画，例如帮我生成一个种植牙术后7天口腔护理的4个漫画图。具体应用2， AI 电影分镜。当制作 AI 电影的时候，脚本里写一个浪漫的相遇镜头，但是到底该怎么呈现？而现在呢，在 ChatGPT 中输入你的分镜描述，就可以根据这些画面快速生成 AI 电影。具体应用3，表情包。在微信表情平台，头部创作者单套表情包下载量都可以突破几千万，打赏收入也非常可观。而这一切呢，都可以从你手机里面的随手拍开始。上传一张你自己或者宠物的照片，输入请结合这张图片做一组9个的表情包，要求是卡通风格，人物形象参考图片，上面写中文，中文是常见表情包内容，要求有趣。那30秒以后，爆款表情就可以即刻生成了。具体应用4，老照片修复。很多承载着家庭记忆的老照片正随着时间慢慢褪色破损，但现在呢，只需要输入修复这张老照片，补全破损区域，自然上色，输出 4K 分辨率，可以看到这个上色非常逼真，和现代拍的一张照片几乎没有两样。具体应用5，小红书爆款封面制作。在小红书啊，同样的干货内容，好封面可以带来3倍的点击率，但制作封面呢，一直是让自媒体人非常头疼的问题。而现在只需要输入给我做一个关于某某主题干货的内容海报，海报内容是巴拉巴拉，一天说明白，要求3:4尺寸，海报简洁明了，设计元素国际化。30秒以后啊，专业级的封面即刻生成。场景6，教育应用，可视化学习革命，让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，这才是 AI 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具体应用1，科普信息图。讲解一些重要的知识点的时候，学生总是记不住关键点，那现在我们用 ChatGPT 就可以生成一些科普图片，实现信息的可视化。例如输入这段 prompt，30秒以后，复杂的科技史瞬间就清晰了。具体应用2，英语单词卡。背了又忘的单词是语言学习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那直到我们的单词卡遇到了视觉化 AI 学习，输入这段 prompt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生成了一张单词卡。看完这30个实战案例以后，你最想尝试哪个场景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你的实测效果哦。如果觉得有帮助，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赞、关注并开启小铃铛，我将分享更多 AI 相关的资讯。